啊，谈到这个定啊，我们都晓得要止念。那么止念这个法门呢，在密教里面呢，就叫做彻切。啊，彻切就是止念。那不好的念头你给它阻止了。那么止念有很多种方法的。我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要以念来止念。以念头来止掉这个念头，这个在我们密教里面就叫做观想啊，就是观想法。你能够止念呢、啊、有了很大的成绩了，这个就是定了。能够定于一啊，这个时候啊就叫做定，叫三摩地。由定里面呢、啊、再进一步了，你修红光啊，这个法就是密教啊大圆满法里面的修这个 talk 就是定中修光啊，在禅定里面能够啊修出光明出来啊。以前我的这个法相里面，很多人照师尊的相啊，一照就看到光，圆形的光，这个刚刚开始所出现的光啊，我们可以称为明点。你一个能够定中修光的人，一定啊看你自己的身体，其实是很多的小的光明点在里面呢，在里面旋转，就是在里面轮回旋转跟轮回，这个就是看见你自己的明体。你这个明体啊，渐修渐大，串成一串，你可以看到金刚链，这是密教的本身的金刚链。金刚链里面呢，所有明体里面还会显现所有的本尊，所有的诸尊都在明体里面，所有的活菩萨都在你里面的。在明体里面呢、啊，有所有的诸尊在里面。更高明的时候啊，所有法界都在你的明体里面。这个就是修 talk， 就是定中修光啊，就是修光明法。啊，宏光大成就将来是要讲这个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回头再讲这个彻切。啊，彻切本身要止念啊，止念是怎么样子入定啊？我以前就讲过了，入定啊不能太紧，你太紧了就入不了定，因为你太用力，用力的话经常想我要入定，我要入定，你就定不了，因为太紧。但也不能太松，你就放轻松，什么都不想，无念就睡着了啊，就真的是入宿摩地了。我们讲入宿摩地就是睡着，就是太松。所以入定呢是在松跟紧之中间，在清醒跟睡眠的中间，清醒跟睡眠，松跟紧的中间，这里面有平衡的道理在里面。你只要懂得平衡啊，平衡，懂得中观，懂得平衡，就是在里面的。当有不好的念头产生出来的时候啊，你必须要观想，用观想去阻止这个念头，叫以念止念。在理上讲起来，在你脑袋里面想起来，你本身呢，运用你的意识做一种最优美的一种想念啊，在密教里面有入我，我入观，就是虚空中产生的佛移到你的顶上，变成光明珠进入你的中脉，到你的心叶莲华开放，坐在你的心中。然后呢，
这一尊佛在变大，跟你的身子一模一样。你一刹那之间，你变成佛。这一种想念呢、啊，叫做入我我入的这一种想念是非常好的。我认为这个法是非常好的，也就是佛进到我的身体里面，那么变大跟我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一种想念，把自己想念成为一个庄严的佛，这一种过程的想念是最美好的、最庄严的，也是最神圣的一种想念。以这种想念呢，可以抵制你本身的杂念，就是以念来止念。啊，密教本身来讲啊，有观想啊，有手印啊，有咒语。那么咒语呢，就跟呼吸啊，跟频率有关。你利用呼吸的方法，最维系的呼吸的法，利用咒语的频率，声音的一种频率跟宇宙之音融入，再利用理念上的观想，这三种方法，身口意清净，进入宇宙意识里面，跟宇宙意识进入你的身体里面，互相融为一片，可以进入三摩地里面的定。啊，我今天呢，也等于是扼要的把这个修行啊，我多年来啊，这个修行本身的一种这个经验呢、啊，可以讲告诉大家，呼吸的气本身的气。跟咒音的频率融入宇宙之中，以自己的理念的这一种观想做维系的功夫，入于最微妙的境界里面的一种定，是我认为本身呢、啊、入三摩地最好的方法，入定，入定最好的方法。当然呢，也要锁，也要结印啊，那么也要持咒啊，这个咒啊，这个频率会产生出来啊，这种秘密的这个频率啊，跟宇宙的频率是相通的，再用最好最美最庄严的一种观想来做一种定啊，修行这个彻切，这种定本身的一种功夫。那么在定中啊，你就开始可以修光了，变成修透。但是你在这个彻切的功夫里面呢、啊，必须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，你才能够定中能够见光。啊，定中见光啊，好像就跟看收音机一样的，看收音机啊，刚刚开始还没有很清晰。全部都是点，密密麻麻的点出来，一点一点的白光，一点一点白光，以后啊会显影的，就跟你调焦距调的刚好正确的时候啊，坛城也出来了，本尊也出来了，金刚念也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修到全身都是光明，你在刹那之间呢、啊，化为光明了、啊，就是宏光大成就。这个由这个密教本身的修行啊，可以得到的波叶，也可以得到维识的。这个密教本身的修行，就是一种操作波叶跟维识的方法。这里面啊，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的毗卢遮那大光明海的功夫。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